说就把梦追到，生死也寂寥，谈一个拥抱，管他迟与早，放爱去逍遥。天那么高，更满心沙围绕，伤别人间多少味，江湖里逍遥，只要心开条，就有我逗你笑，牵着你慢慢变老。天那么高，人难心山围绕，尝遍人间多少味，我说这世上哪有什么酒仙呢，原来不过是两个小毛贼，你们俩放箭。哎，董兄，我们酒也喝了，算了，别跟他们计较了。哎，没想到华山派的首徒林狐冲竟然会被一群电伙计赶得逃命，如此胆小如鼠，要是被你师父知道了，那可有些大大的不妙了。你可别吓唬我，要是师父知道我偷酒喝，只不过是给我一顿板子，可是他要是知道了我跟不会武功的人动武的话，那可就麻烦了，他会罚我到思过崖面壁的。思过崖？没错，思过崖呢就是我们华山后山的一处山崖，据说我们华山历代前辈若是犯错，都会被罚在思过崖里面壁思过，所以顾名思义，这叫思过崖。哦，我倒是听说过80多年前日月神教石长老攻打华山，与五岳剑派就决战于思过崖附近。还有这种事情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算起来，那个时候连你师父都还没有出生呢，你怎么可能听过？哼。你也没有多大，你怎么听过的？你再胡诌的话，我就不讲了。好好好，我不说了。哎，那最后谁赢谁输啊？一定是我们正派赢，魔教输，对吧？恰恰相反，日月神教有备而来，五岳剑派渐渐不敌，死伤殆尽，就连各派的许多精妙剑法也从此淹没。这魔教有这么厉害吗？我知道了，魔教一定用了阴险的手段。阴险手段？阴险手段就一定得他日月神教才能用吗？难道五岳剑派就不用阴险手段？那些神教的长老们虽然得胜，但似乎也没有胜利华山，从此消失了。哦，那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，这是武林中的一个悬案。悬案说得那么离奇，董兄，该不会是你现编的吧？啊？正能胜邪你就信，邪能胜正你就不信，这也是前辈告诉我的，信不信由你吧。董兄，你这个人好有趣啊。啊，好了，不跟你谈什么邪或正了，我这边有半壶酒，
敢不敢跟我喝？嗯，能。好了，董兄，现在酒你也喝了。如果我到时候真的因为这壶酒被我师父罚面壁的话，你可得来陪我啊。陪你面壁啊？两个大男人面壁有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让你啊给我送些肥鸡还有美酒来，明白吗？成，到时候你被罚了，我一定回去看你。不过我是要吃完了肥鸡美酒再去哦。哦，那我得好好珍惜这壶酒了，否则我倒是没得喝了。嗯，皓月当空，如果这个时候有一把剑就好了。哎，你想啊，这个时候可以边喝酒边舞剑的话，那该多好啊！舞剑喝酒，你这个人倒是有几分风雅。我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越看越觉得你像我之前遇到的一位姑娘。雌雄不辨，男女不分，你那什么眼神啊？真的不是吗？你想要验明正身吗？那就请便。那算了，我没那么无趣啊。不过你要真是个女人的话，那就糟糕了。为什么？难道我是个女人的话会很难看吗？你是个女人的话不会难看，而且会很漂亮。不过呢，我是不会看其他女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小师妹啊。小师妹？是啊，我的小师妹呢是我师父的女儿。她虽然呢有点任性，有点不讲道理，可是呢我认为她是全天下最好的姑娘。我已经打定主意了，我这一生当中只会对她一个人好。人会变，月会缺，你才见过多少女人呢？现在说一辈子会不会太早了？哎，我这个人呢是一个死心眼，只要是我认定的事情，不论是亲人或是朋友，都是无法改变的。哎呀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先睡一会儿啊。你想练剑的话自便吧。我一生追求名利，如今什么都有了，却一点都不快活。可是这个人却能一心一意地对另外一个人好，还能活得那么快活。老天爷，我该说你是公平呢，还是不公平？如果我的身边也有这么一个人的话，那雄图霸业、江山天下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呢？小师妹，你不要生气，我很就会回去陪你了。我哪儿都不去，永远陪着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生来就是东方不败？
为什么我要承担那么多？为什么我不可以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拥有一份普通的爱情？玉娘，我终于明白你的感受，可是我不想明白，我宁可不明白。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完成，忘了吧，不要去想了。参见教主。怎么样，有什么消息吗？回教主的话，屈原来得很低调，怕住在客栈里会惹人注目，所以特地包了城里最有名的歌舞房群玉院下榻，目前还没有跟刘正风有任何接触，该怎么做还请教主示下。走，去群玉院。睡觉睡得好，活得比较老啊。董兄弟，董兄弟，董兄弟，这人真奇怪，走也不打声招呼。果然是有这个人。糟了，师父吩咐要给刘师叔金盆洗手捧场的，好像就在这几天。不行，我得赶快走了。我的脚。起来，起来，占我摊位了，占我摊位了，影响我做生意。在哪儿睡觉不好啊，大清早占我摊位。走，白菜啊，新鲜白菜。哎，二哥，来来。我现在要去哪里？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救出爹娘呢？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找到清正派的？